本期结尾是全川石花为 AKB48 拍摄的 MV， 或许会让你对 48G 或 Produce 48产生新的好奇。本狐也没想到能有在韩语节目里播日语的一天，此处援引戴锦华先生的那句话，不对未来说不可能，记住这个格式哦，与下期冷到家的内容密切相关。为庆祝200期加4周年，本狐特备薄利若干，参与方式是在官微7月5日发布的告白帖里写一封给 idol 的小情书，无论 K-pop 还是 J-pop 亦或 C-pop， 包括但不限于影视歌领域。未免成为大型晒照现场，且增加一点小趣致，告白内容仅限文字，且不得剧透 idol 姓名。大家一起猜猜看你的 idol 是谁吧。175期前的节目标题详见官微置顶，之后的将在每个岁末补充，结尾完整视频和歌单只有官微 B 站搜索韩娱播报，阿波主任准搜狐综艺，下周四见啦。